嗨，你又做咩啊？我话今日嚟个淘宝开箱，咁真系咁细旧嘅一样嘢啦。嗱，有第二个上咗嚟啦。噔噔，好，咁我就逐嚿拆出嚟啦。咁啊，费事俾大家睇到咁混乱啦。我第一样啦，第一样。第二样啦，第三啦，第四，其实好少嘅啫，系啦，其实得五样嘅啫，系啦，五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样啦，系啦。咁我就先从呢啲盒装嘅开始啦，盒装嘅开始，我谂用手都开到，哇，睇嚟唔得喎，即刻秒打自己，系啦。咁啊，呢一个咧就系一啲嘅反光嘅胶纸啦，哇，其实都几多，我仲以为系一条个，点知佢三条。咁呢啲防呢啲反光嘅胶纸有啲咩作用呢？其实我系打算咧黐喺我单车度睇下 O 唔 OK work 唔 work 嘅。咁因为咧，其实我单车就要装翻嗰一啲荧光嘅尾灯啦，系啦，因为如果冇尾灯嘅话咧。咁可能會睇唔到啦，可能夜晚或者晏少少冇燈光嘅時候就睇唔到，所以就要加翻啲熒光。咁我又唔想買燈咯，咁唯有買啲膠紙，因為通常都會好容易俾人偷嘅。Next， 好，打開佢。咁我呢一個就係、是，啲咩啦？呢個係碌白嘅保護貼啦，係咯，我都唔記得咗買咗咩保護貼，係啦。咁呢一個比較細包嘅一樣嘢啦。好，我呢个系电池嚟嘅，咁电池我谂住迟啲用嚟整 GBA 用嘅，啊，咁啊送咗个螺丝批仔啦，呢嚿嘢应该就系螺丝批加个电啦。OK， 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一个接收蓝牙嘅一个手指啦，咁我本身就系谂住用嚟连接喇叭嘅，冇错啦。咁到呢两样应该比较大盒啲，同埋贵少少。好啦。诶，系啦呢个，咁呢一个咧就系一支咪嚟嘅，系啦。咁我本身都想买一个，咁我俾大家睇下呢个系咩咪啦。好啦，嚟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叫做波雅嘅一个一支咪啦。咁本身就系谂住落嚟咧拍嘢用、录嘢用，因为录嘢咧电话收音即系依家收音非常之差，所以我就要买一个呢啲啦。咁啊，附送一块布啦。咁一阵间都要测试下嗰个收音咪如何嘅。到最後一樣，咁呢個超實淨，咁我都要嘥時間去拆一拆啦。好啦，咁啊睇落非常之鋪嘅，咁呢一個係咩嚟呢？就係、是、一個，其實係一個電筒嚟嘅，但係佢包到好貴重啊嘛，係啦。咁啊呢啲就係電筒啦，呢啲電筒睇落好有份量，咁我照一照睇下啦，冇料到嘅。我未入電哦 ，OK， 佢有電，因為佢有根黃色嗰粒。诶、欸，有啦有啦，已经哇好光下喎，熄咗先。我一都未入晒咧，即系个电池入咗少少，已经 feel 已经睇到个光好强。好啦，咁本身就因为之前我有个电筒咧都冇，即系开始坏坏地，开始即系松啊，所以就坏坏地。哇系，系咪缩紧细啊？我咁样缩嘅，都几光下喎，有分几多个光啊？呢、這个最光啦，系啦，哇！呢、這个光系好光喎、啊，啊，呢、這个光系超光喎、啊，跟住最光系咁啦，系完全肉眼已经睇唔到咯，啊，即系我用呢个相机系已经睇唔到嗰个光系如何，系啦。咁入边啲，如果有呢个光嘅话，应该好好多哇！啲猫喺度，我惊射亲佢啊！咁电筒咧咁强光嘅情况下，同大家讲咧，唔好去照眼睛啦，系因为都几大伤害，尤其是啲猫、啲动物嗰啲眼睛咧，好脆弱嘅，系好脆弱，咁所以就唔可以照到佢哋啦，系啦。但系佢哋中意追住啲光嘅，嗱，睇下佢头先都冇人冇一隻上嚟，依家一有光即刻冲咗上嚟啦。